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！感人了，不用感人，今天把这5星过了就行了。我即使今天倒下了，明天没来也没有关系，兄弟们，我先吃点馄饨。 全军出击！我不能让自己倒下。这馄饨好吃哎！ 等会儿啊！我这咋这么白呢？杀一刀，一段 Q， 哎，一下二段 Q， 我溜了。 哎呀，一段 Q， 扎一刀，二段 Q， 我怎么不升呢？把弱点刷一下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他咋不 Q 我呢？这都不 Q 我啊！ 哎呀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， 扎！哎，刚才那 W，我二段 Q 没 Q 到，我得去帮着剑圣。 点 A 一段 Q， 哎，一下二段 Q， 三段 Q， 我上当了，双 buff 可以啊！哇哦，好厉害！哎呦，我操！ 还好，会接受。我先来个小布甲，再来个小药，兵线还可以啊。他跟我换其实不合适，我跟你们说，这尖尖跟我换不合适。 我要早知道那个车不会消失，我就去补那个车了。炸倒不会炸，我们的兵线还是不错的。一段 Q 一，二段 Q， 三段 Q。我这个 Q 我感觉我必吃啊，我怎么能不必吃？链，平 A， 再 A， 再 A。
再 A 一段 Q 发一刀二段 Q， 我这人还没抬起来呢，啪一个平 A 暴击，哎呀，我那 Q 还没 Q 起来呢。伤害是真他娘的高，关键你不知道他挡几段呢，你扣一躲，你这个需要算提前量的，你光靠反应来躲剑尖的那个 W 很难的。你们不难，我难，可能我反应不太行。这个剑尖厉害呀、啊，是吧？是吧？厉害吧？好啊，一会儿别说他脑淤血啊，下回我就得先让人杀两回。这一看这人马就是到位了。哎呦我操！这是根本是不让人玩了呀！嗯，大人马，我先来个小反甲吧。原本最出众的心态被彻底抹除，用这些粗糙的材料拙劣的重构，我的肉身足以来你翻玩来来，哎呦我没扎出来，还行，他给下当了，可以接受。我先来个小反甲啊，来完小反甲咱再来个红宝石。但这剑尖也没多钱呢，就150的赏金，也不多呀。这先来个小背心儿，喂。快点念咒，走，不杀了，溜了。要杀你们杀吧，我上去收兵了。不过剑魔打剑尖确实不好打，他挡你哪个技能你就挺难受。你是，你技能指定是未挡。你这抬手动作，必被发现。嗯，换了贴板鞋来一个，但很可惜呀、啊，
他都咳血战斧了，俺们还一身破烂儿呢。我在想，我要不要也出个咳血战斧干一干呢？还是说咱就一身破烂儿？不行，这不能铁板鞋了，破烂儿有点多了。这我也得出咳血战斧了。361度，我选特步。其实他也没比我多多少东西，就是比我多了几层塔皮，加上两个人头，我估计也就。也就600-700块钱吧，可能。来一层塔皮，把他针眼拍了。中单来了，我先补个车。那中单应该是在下面，没来。我看看这波怎么打，感觉还行，其实应该能打。他链用了，来，他 W 给用了，一段 Q， 二段 QE， 三段 Q， 发一刀，开大招，点燃，平 A，A 一下 ，A 一下，一段 Q，A 二段 Q，A 三段 Q， 不太行了。这把队友还可以，他们属于军事级就行。回家了，而且我们家刀锋有点无敌了，你发现没？我这多兰剑得卖了，我再不咳血战斧，再快一点就不好打了。我得赶紧咳血战斧了，把多兰给他卖了。他比我多装备吗？他好像还比我多300块钱，300差不多。他是五个人头，我是四个人头，他还比我多300块钱，我还得再杀他一次。这个弱点不行，刷一个。我们把兵线，给它控到中场位置。哎呦，可以啊 ！Q 一连链，我直接开大招，一段 Q， 二段 QE， A 一下咳血战斧，三段 Q， 你先把他杀了，完了上当了。那后边有个银马，我这搞不懂哪来的银马，哎。刀锋给我杀，给我杀，杀刀妹给我杀，杀漂亮刀妹，我
去下路。我们这把的任务并不是杀多少个人，我们的任务是把战绩给他打正，啊，加油，慢慢减俩应该可以。你要是刀锋狠还是剑尖狠，那还得是剑尖。我们赶紧过来支援队友啊，这波应该打输了，我估计这波80%打输，如果我不来啊，80%是打输。其实我来了可能都费点劲，知道因为啥吗？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是有技能的。这是干什么？和解战术？天哪，真能越呀！不过我们杀了个 ADC 还行。因为我来晚了，我来早与来晚这波都打不过。你自己看右下角技能，打完团战啊，刀锋有大，劲符有大，劲有大，这一波他们三个人没有一个有大招，并且还少个人，所以这波会打输。死亡之舞吧，卸手吧，要不血手好一点，死亡证。这波如果对面再个逗留，他们家就会打了。这英雄联盟这是讲究有没有技能，你知道吗？他的有技能跟没技能他是不一样的。闪现 A 跳弹，这是一连链开大招，一段扣二段扣一扎一刀，可血战斧，这刀锋有点猛啊，我练你走吧，撤了撤了撤了，人马到位了，走走走走，把他鸡给他打了，回来，我一段扣二段扣走，发一刀可解弹斧，扣一段二段扣一点盐，人马死了，扣一段一走二段扣，别着急，别急别急，链儿扣一，刀锋来了，给我上！你让我扎一刀啊，我就想回个血。我让我抠死这 ADC。大龙可以打一刀，差不多，这波可以打大龙。我们伤害够啊。直接打大龙，这剑尖传送到上路是啥意思？走，把这剑尖杀了，
一连二段 Q 链柱扎一刀三段 Q 不放，我一走，你想挡我，我不放，只要不放就不会被打，不放，放了反正打了也没伤害，我们就不放了。就一连练住二段钩扎一刀套点盐隔血战术，别急，就一二段钩开大招 A 一下三段钩，这银马不敢上，没事，我们勾引一波，我们扎一下这个小虚空生物啊，在这游一游，看看进夫怎么说，他已经被包围了，这马尔扎河我们就救一下这 ADC 吧，就一连扎一刀隔血战斧，我的炮子链一走，来一段扣，我不想放这扣的，哎，漂亮剑圣，来一段扣，二段扣，扣一连。往前追，发闪现一 W 整一段 Q，A 一刀二段 Q，A 一下三段 Q，E A 可血战斧，把这马尔扎哈给他收掉。我们一瞬间杀了十个人，你又要杀 ADC， 我先 A 他一下，一段 Q 二段 Q A 一刀三段 Q 一链柱接大招接点盐刀吧，那一定好送，快点拆溜了，我四千块钱，扣一下，扣一连，哎，好大！扣一下，二段扣一链住，好了，我先把他这个小虫子给他杀了。剑圣上的有瑕疵啊。我先溢出来，我练你一下，一段扣二段扣一扎一刀，这银马咋这么肉呢，扎不动啊，好吧，回家吧，我不是不回家，你知道吗，他们一直在那打架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也来个死亡之舞，这反甲除了吧，不除白不除，除了下点九头蛇出个振奋就欧壳了，可以干，可以干，这波可以干。耶！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一可血战斧 ，W 住，三段 Q， 一过来平 A， 再 A 一刀，大招刷新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A 一下 ，Q 一连扎一刀可血战斧接平 A， 或再接个平 A， 再 A。ADC 死了是吧？不好推呀，俺们推下路吧，哎呀，
不让拆了，我们去打个红的。这版本装备真慢，25分钟拆3件装备，25分钟正常就1件半。3件装备属于超标了，速一连链柱扎一刀，二段 Q 开大招，一段 Q 二段 Q 隔血战斧扎一刀平 A， 三段 Q A 一下一走，这啥呀，这是这波玩的不好啊，这波正常来讲应该是一个打俩，把马尔扎哈杀了，顺便再杀个银马，但马尔扎哈搁塔下呢，这波没玩好，失败。他俩老有打断技能，断我节奏。真往上踢呀，这银马！这银马是真敢往上踢呀！哟 ，A 闪！大龙啊，大龙，大龙啊！但对面没打野，他们应该也不敢打。剑圣快点来，来啊，扣一连链柱扎一刀，二段扣三段扣 A 一下隔血战斧平 A， 我一走开大招，一段扣 E 扎一刀，二段扣三段扣 A 一下隔血，没咳出来血，我操，那剑圣怎么不过来呀？还有那禁服，这波能打呀？这波三打四有啥不能打的呢？三打三，人家俩人把那大龙打了。咳血没咳出来，来个九头蛇吧。还有人搁那，哎呀，单杀那剑魔让剑姬单杀怎么的？很不行，很耻辱吗？那本来剑姬的英雄他就单挑英雄，他打人全他妈真实伤害。剑魔让剑姬单杀不行吗？我觉得没毛病啊。他装备也不是说差到哪去了，他三件我三件的，剑魔怎么可能打得过剑姬呢？那每个英雄他都有每个英雄的特性，他都不一样。这也不好上，我去。不去了。等一下队友活啊，这就不上了，这上去没有啥意义啊。
柴柴，嗯。好痛啊！这马尔扎哈大人有点疼的。我估计费劲，对面阵型有点好，不好打得过。守一波吧，你看能不能守得住吧？你要能守得住行。啊，刀妹带不动我，团灭发动机。